公开分发作业。首先我们要进行的是国中科技领域。好，国中科技领域重缺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国中自然领域理化专场政治人员填写志愿，唱名的同时请录取人员到前面来填写你的志愿。好，正取一，刘翔伟。正取一，徐慧珍。人员填写志愿，正取张伟婷。特教科生战类科正取人员填写志愿，正取汤凯雅。国小一班科正取人员填写志愿，正取一黄心怡。国小一班科英语专场正取人员填写志愿，正取一王纯颖。幼儿园一班科正取人员填写志愿，正取一陈芳玉。所以今天要讲的第一句话是记住，记住你昨天在考试的过程里面，记住你考试的前一天，考试的前一天你心里想着我明天该怎么回答，如果我明天考上多好，如果我考上我一定要做一个怎么样的好老师。100多个人考试，只有你们40个录取，而且你没发现我们有重缺。为什么重缺？不是没人考，觉得不够好。这就是处长给各考场的试教跟投射而言，如果来考试的老师他不够优秀不够好，我们不要录取，明年再考。在里面可以给自己鼓掌，你们是够了。重缺，我们国小英语跟生科重缺，我们也可以说啊，就来一个老师来就好了，没有哦，重缺。所以你要肯定自己，你们没有被重缺，而且竞争激烈的过程里面出来。